还有很多事要做，要是没有……谢谢你来这里，我们在讨论一件对彼此都有好处的事。萨利瑟拉密法师，我还记得先祖之战时，你们站在哪一方？我们要怎么相信你不会背叛，变成下一个艾丽珊德，或者是艾萨拉？我们不想成为夜景的奴隶。 我们想把燃烧军团从苏拉马尔赶出去，终结艾丽珊德的暴政。卡多雷会帮忙击退燃烧军团，并摧毁夜景。除此之外，就看伊卢恩的智慧如何带领我们吧。萨利瑟拉，你对敌人的了解对接下来的战役至关重要，我们会向你寻求协助的。我的剑在弦上，记住死去的伙伴。 我们不再孤独无依了。愿伊鲁恩照亮你的道路。传送门中了！安娜利亚·舍拉，精算的时刻到了。 出手迅捷，招招致命！不要向黑暗低头。不可能，我动了什么？应该无懈可击。 很高兴见到你，勇士。艾泽拉斯不能亡。记住，摧毁燃烧军团比什么都重要。燃烧军团，去死吧！ 这就叫做出其不意。我需要目标。屈服，要相信伊利丹大人。我的战刃已经太久没尝到恶魔的血了。杀死孔毅之后，想找我的话，就跟着恶魔的尸体吧。 快说，恶魔！
带我去找你的主人，我就饶你一命。伊丽丹大人会带领我们，要是不能再见，就死得壮烈了。燃烧军团，去死吧！我活着就是为了毁灭燃烧军团，绝对不能向燃烧军团。我没有耐心了，虫蛇魔，你的主人躲在哪里？记住。 摧毁燃烧军团比什么都重要。燃烧军团会征服一切。 传送门开启了，可以去讨伐阿佐朗了。只有我们能阻止燃烧军团，毁掉一切。进入传送门，杀过去找阿佐朗，不用。 我已经牺牲了一切，燃烧军团今日蒙受巨大的损失，但我们的任务尚未完成。Shalasantora Around Akana. And now, Amelos. Respect magic, otherwise it will destroy you. Next stop, Sunlight-filled Aisuna. At least, when I went last time, it was like this. Probably just a few thousand years ago. 到了，等一下，应该差不多就是你要求的地点吧？去吧。能量就在那里，我们只需要伸手去拿。叶落精灵，你还想躲？我在苍翼之气就能感应到你的传送魔法。你能救救我的祖父？等等，不是那样，我们只是想要……要不是这位勇士在这，我早就动手了。 有话快说吧。再会。只要把装置放到地脉的关键位置，我就能引导流向。我才不是乱动，我是要引导。哼，这里说不定真的可以。 随便了，继续。下一个放这里。你确定有放对位置吗？这里比较好吧。我这几千年来都在研究地脉，如果地脉在我脚下，我不可能不知道。我看得见地脉和导体的凝聚点，放那里才对。好吧，听你的。要是整个洞窟。
都被秘法能量炸飞，这笔账就算在你头上。只要放好最后一个，我就可以操控能量之流，就像船舵一样，这里应该就可以了。原来可以这样做，看来你真的有点本事。天哪，你是在称赞我吗？什么事？一路好走，艾丽珊德不该质疑我们的魔法。我需要全神贯注在仪式上，请别让其他东西干扰到我。我来帮你吧，这个形态下不适合在这么小的地方战斗，而且我们已经有这位厉害的勇士了。这就叫做出其不意，不要向黑暗低头。你说吧。能量的流动非常混乱，恐怕需要时间。不管你有什么计划，动作要快。我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很饿。叫来桑托拉，快要好了，再撑一下就可以了。勇士小心，他来了。我没有力量。完成了，能量已经重新导向到沙亚兰，能量就在那里，我们只需要伸手去拿。我的母亲祖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做的够多了，秘法师，我带你们去沙亚兰，来吧。你引导这股庞大法力的方式非常高明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你真是个不错的帮手，你对地脉的了解可以说跟我不相上下。没错，汇聚的地脉能为夜景提供非常丰沛的能量，操控这种能量非常危险，要是他能办到。我很清楚他有什么能耐，所以我们才要阻止他。你先去通知萨利斯吧，我有几件事想请教我们这位朋友。你想知道什么？你真的能看见地脉吗？
者只是一种感觉，是随时都能感应到，还是你可以打开或关掉？一天一天慢慢来。很荣幸能侍奉伊鲁恩，我们为了族人的未来而战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再见，我的朋友，后会有期。我们家园的命运就在你手中。有时候需要保持耐心，有时候则需要尽快行动。泰努巴拉，这是动荡的时代，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呀？好像抓到感觉了。哎，你好。我们的命运即将揭晓。我用剑发誓，一定会保护苏拉马尔。让太措手不及，坚决抵抗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我需要靠近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幸会，握剑时手放轻松，不用抓这么紧。Hello， 知道了，希尔格林。夜景滋养着我们。与月光同行吧，愿艾丽山德指引你。
Aron Akana Anratha Adore。Esther Rustinil。夜景呼唤着我，别轻信他人。智慧赐予艾丽山德 ，Keltheros Modin。我没时间闲聊。反抗军准备好了，真不错，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能耐吧。伊利温的光芒，看来该带着军队前往我成长的地方了。愿伊利温让这一切赶快了结。马拉达什马拉诺瑞，同心协力就能拯救艾泽拉斯。知识就是力量，但如何运用才是关键。你是仙多雷和夏多雷，先拿下漫步红原，守住那里，然后卡多雷再去前方攻下集合场。来吧，勇士，跟辛多雷一起击败他们的前锋。太远，出手迅捷，招招致命。我们在距离范围内，无时无刻都不松懈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出手迅捷，招招致命。保持专注，我的朋友。我们必须挡住他们。嘿，我
想到了，可以集体传送。不过我需要帮忙。他们的结界不会妨碍你传送吗？别担心，我跟他们说要强化结界，说了几百年，一直没人理我。你是说要一次传送整座城市？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当然是有人帮忙。真有趣，等一切结束后，可以借你的笔记看看吗？来吧，勇士，奇伦托和暮色百合的人控制港口的这一区了。我们会听从你的指挥。传送成功，我们都安然无恙，很好。我本来有点担心，增加一个信标会让系统超载。很高兴见到你，勇士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走开！聪明的话就快走。我需要迅捷，招招致命。我需要不要向黑暗低头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，他太远了。
这流鼻涕的猪！不给他弄病！别再回来了！我需要靠近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Hello, friend.坚决抵抗暗影。我没有目标。不能别进，滚吧！
标。我鄙视你，别再回来了，滚吧。范围内，很拉夫人。聪明的话就快走，
不给他弄病，走开！他太远了，我鄙视你。快走吧，去找些峭壁荆棘回来。或许我能在这里找到救赎。去吧，尽力而为。这里是圣地，请注意言行。去吧，尽力而为。出手迅捷，招招致命，坚决抵抗暗影。我不在聚集范围内，我需要靠近你。
出手迅捷，招招致命。友谊，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这里是王者之城，我原本希望能得到安宁。或许我能在这里找到救赎。这里是圣地，请注意言行。去吧，尽力而为。这里是王者之城，我原本希望能得到安宁。这里是圣地，请注意言行。或许我能在这里找到救赎。谢谢你让我找到了新的目标，我在沙亚兰等你，毕竟我还是需要一个法力来源呐。愿伊路恩与你同在。我很荣幸，一路平安。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你好，愿女神保佑你。
愿伊路恩与你同在，务必小心。他太厉害了。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需要目标。我很荣幸。愿星辰指引你的道路。你好。期待下次相见。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祝你好运，朋友。伊路恩照亮你的道路。Ishnu Allah. Wish you good luck, friend.Dory. Asha Fela.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务必小心。你好，愿女神保佑你。你好，祝你平安，阿沙菲拉。
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谁在那里？谢谢你帮忙转移注意力。我们负责保卫苏拉马尔，我会在这里看你还需要什么。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设置对付入侵者的陷阱，我相信我们会再见面的。需要靠近一点。让他们措手不及。我还不能使用这个物品。你是来帮我们的吗？有时候我都忘了塞瑞娜多有天分。我想我该说，欢迎。小心，朋友。我的符文似乎对他们的傀儡无效。出手迅捷，招招致命，坚决抵抗暗影。
不在距离范围内。需要靠近一点。招招致命，保持专注，我的朋友。这就是月之守卫的困境。你找到他们了，我会好好保管他们，马上送往安全的地方。我会用生命。我已经帮你开了一条安全的路，触摸水晶就能召唤我的守卫，好好利用它，快点行动吧。诺西斯的魔法向我呼唤，他一定还活着。快点帮助我们跟其他人汇合，我们的末日来得毫无预警。再会。等路清空之后我们就行动。朋友，你的勇气价值非凡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需要靠近一点，让他们措手不及。不要向黑暗低头。这个物品还在冷却中。靠近一点，
我誓死保卫这座城塞，我会在这儿等。你需要月之守卫做什么？再见。我们的守夜结束了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洛西斯和席拉娜跟我说过你的提议，我们大家都觉得现在最好赶快离开这里。月之守卫不存在了，我们挚爱的要塞没救了。他们很快就会来了，我可以把大家传送到别处。出发吧，出手迅捷，招招致命，集中注意力，无时无刻都不松懈。你好。意志决定力量。Unrotha Adore。我们家园的命运就在你手中。这群乌合之众，这就是反抗军所谓的希望。卡多雷，你们根本就是精灵历史上的污点，整天躲在树上假清高，其实跟那些在树林里闲晃的食人妖一样野蛮。奎尔多雷只是一群伪装成贵族的贱民，整天和低等种族混在一起，早就玷污了你们的血脉，你们不配被称为高等精灵。辛多雷，我还以为你们最清楚我为族人所做的决定，但你们却和那些乱七八糟的怪物结盟。你们每一个都让自己的血族蒙羞，你们每一个都忘了我们与生俱来的古老力量。把这些徒劳的反抗当作教训吧，看谁以后还敢对抗夏多雷。知识就是力量，但如何运用才是关键。我们的盟友受到魔法结界冲击，我可以暂时保护大家不受残余能量的影响。这时光魔法的强度跟青铜龙不相上下，我必须全神贯注才能维持防护，多加小心。时间轴的纷扰引来了不速之客。好了，你来带路。这就叫做出其不意。友谊是我们的力量。太难打，我会想办法把他拉回来，但我要非常专心才可以。英雄，掩护我。刚刚好险，我差点把时光洪流打散，现在好像没事了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刚刚怎么了？现在没空解释，我先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。我没办法再继续撑下去了，我们得走了。我们家园的命运就在你手中。艾丽山德这一招不可能成功啊，光是他需要的能量。
为什么雷利斯没有警告我们呢？身为艾丽珊德的谏言者，他应该有听说过。Amrotha， 已经好久没有雷利斯的消息了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英雄，我们得知道雷利斯怎么了。你可以在城里自由行动，对吧？谁在那里？让他们措手不及，保持专注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萨利瑟拉，希望你看得到这个讯息。我刚开完紧急会议，会议中提到部落和联盟的部队在苏拉马尔城外集结。艾丽珊德有新的首席秘法师，一个叫安达利斯的可怕女人，他们准备用威力强大的魔法结界来瓦解攻势。我们失败了，千万别从正门进攻，应该有其他办法。安达利斯已经派了一群秘法师前往秩序圣所。夜景底下好像有个缺口，可以直接通往宫殿。他们想把缺口封起来，但我想你一定可以。有人来了，你是谁？等等，别碰我，放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里。我能感觉到能量在底下汇聚，但是我也挡住了去路，帮我处理一下吧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没有目标。有效率啊，我们来看看。嗯，这法术还真厉害。如果凿个法力孔呢？嗯，不行，但看来这屏障需要很多能量来维持。屏障不是用夜景的能量，是接在地脉上的，但地脉是我们控制的，它怎么能……哦，我懂了。艾丽珊德不该质疑我们的魔法，秘法的力量无尽无穷。就叫做出其不意，集中注意力，无时无刻。哦，你来了，我以为可以在这里找到线索，但是有人在汲取这里的地脉能量，但我看不出来。啊，我有个主意。
精巧的掩护法术。不过这个装置是什么？继续调查。看来他们正在把部分的地脉能量重新导向秩序圣所。目前我不敢轻举妄动，我想先回沙雅兰好好研究一下。可怜的萨利瑟拉，你这么努力想救族人，却害他们不能接近夜景，不能恢复原状。莉莉丝只好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。让我来看看反抗军的胆识，把你最强的勇士派来莉莉丝的庄园找我，否则我就继续找居民来问话了。夜景呼唤着我 Amratha Adore， 我会用传送器和我们最强大的雕威者一起进入庄园，我们在里头碰面。不再孤独无依了。哈，你就带了这些人，一个外来者和一群连法力都没得吸的僵尸，看来你过得很惨呢。我才不会亲自对付你。魔玉，杀光他们。雕威者一碰到魔能就不行了，求求你尽量救他们，别怪我，我的伤口不要紧。其不利，不要向黑暗低头。一天一天慢慢来。意志决定力量。光跟着光就对了。我还不能使用这个物品。我不想再看了，我应该可以降低恶魔法术对雕威者的影响。先去灵魂引擎吧，我会再派新的实验对象给你。
这比我想的还要好，我会为了接下来的步骤继续改善的。这就叫做出其不意，不要向黑暗低头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呀？尊敬魔法，否则他就会摧毁你。你好 ，Anrasa Adore。距离范围内，需要先选定目标。结束后我要喝一杯。我需要目标。我会消灭你，低等生物！我没有目标。星光暗淡，夏罗雷会主宰一切。一天一天慢慢来。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呀？天门来。哎，你好。尊敬魔法，否则他就会摧毁你。那我就开始了。我完成的时候，刚刚调整过的设备都会停止运作。好了，屏障应该解除了。我来负责传送。他们一定会吓一大跳。请让雕威者准备好，以防万一。祝你好运。我的法术怎么会这样？你以为我们没发现你的阴险伎俩吗？那些老把戏在真正的巫术面前毫无用处。
我不懂他们是怎么对我的法术动手脚，不应该。我们早就对这种状况有所准备，你已经有传送之球和能抵抗魔能的雕威者，一定可以完成这次行动。看来你进不去了，找出屏障的能量来源，然后解除屏障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那些施法者正在维持屏障，把他们杀了。训练那些肮脏的雕威者真没格调。达利昂，守住入口，杀光敌人。安达利斯的看门狗死了，你应该可以进入建筑里，赶快行动吧。我需要目标。全都到此为止，除非把我杀了，否则别想进暗夜吧。安达里斯犯了致命的错误，他的护盾对雕威者无效。我没有目标。把雕威者派往安全地点，让他们吸干护盾。我需要目标。会统治这个世界，我会除掉你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需要目标。我不会让艾丽善德失望的，你也必败无疑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没有目标。这是他们防御的关键。往圣所的传送已经恢复了。艾丽山德最强的秘法师死了，我想他不会立刻派出援军。这里是我们的了，跟我来。外来者，这里。我从这里都能感受到夜景的波动，艾丽山德一定是被逼急了才会这样。等我们解开封印时光的法术，古尔丹就完蛋了，雕威者在里面撑不了太久，赶快召集金银勇士进攻。你一定知道该怎么做，当然我们都会跟你一起行动。知识就是力量，但如何运用才是关键。再见，我的朋友，后会有期。